巴南区界石镇五新村工业园区，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是一家专业研制及生产建材机械的大型企业。公司管理规范，技术力量雄厚，拥有高中级职称30余人的研发团队和装备精良的生产车间，获得国家级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近100项。诚信守约是信奇公司发展的永恒主题。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科技创新、诚信经营的服务宗旨，坚持奉行客户第一、信誉至上的经营方针，以波澜壮阔之势，在中国建材机械制造行业迅猛前进，形成了以产品销售、配件供应、售后服务3位一体的完善体系。凭借优秀的人才团队、科学的管理理念、一流的设备和技术以及优质的售后服务，信奇公司赢得了新老190×290×190、32×240×200×140、13×200×190×115等各类节能保温器块，产品均已达到国家环保节能标准。其中，重庆巨康环保建材有限公司被国家建设部、科技部选定为国家“125”科技支撑计划节能建材成套应用技术研究课题示范生产线，于2015年3月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盛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该公司管理完善，设备精良，技术力量雄厚，主要经营项目为7560-4.0、6060-4.0真空挤出机、数码智能自动马匹机器人及编程系统的研发与制造。产品就是人品，做优质的产品，做优秀的人。信奇公司秉承优质中价、优质服务、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经营理念，持续改进工艺水平，力求与现代科技、市场经济保持同步发展，不断完善企业管理体制，增强企业技术实力，不断研发和开发出更加先进的墙体机械设备。5050-6060、7560真空挤出机以及数码智能自动马匹机器人及编程系统等各类优良设备，产品主要用于建材行业搬运专批。该集成系统集中了先进的视觉控制器，具有响应快、安全性强、可无限回转、重复定位精度可达到正负0.5毫米等特点，大量节约为实现柔性生产可需的周边设备成本，大大减少制砖企业恶劣环境下工人的劳动强度。技术推动创新，创新成就未来。信奇人深知，只有心系客户，满足客户的需求，才能赢得客户，赢得市场。2012年，信奇公司根据客户所需、市场所求，自主研发出7560-4.0型双极真空智能挤出机，其设计上大胆创新，更为人性化、智能化。除了具备小型号专机的低能耗、高效率的特点之外，7560型真空挤出机更环保，使用寿命更长，性能更高等特点，以煤干石、页岩为原料，已生产出111孔290×290×190保温空心气块，其孔洞率达到55%，容重870千克每立方米。建筑节能效果达到75%，此外，生产效率提升21%，节电23.9%，生产空心砖的能力是普通砖机的2倍以上。该机可通过视频观察砖机真空箱内部进料情况，并通过激光感应使其自动调节进料速度，控制真空箱的进料量大小，防止真空堵塞，减轻挤出机的负荷。砖机传动部位采用温控及电流探测系统，对电机的运行温度、电流进行实时监测，并能自动监测轴承运转温度，判断是否超负荷工作。一旦超过所规定的温度时，智能控制系统会自动切断电源，
达到保护电机的作用。超出顾客的期望，顾客想到的我们已经做到，顾客需要的我们已经达到。信奇公司为客户提供24小时全天候服务，免费进行安装指导、上门服务，不定期对用户设备使用情况进行回访，以完善优质的售后服务，解决了客户的后顾之忧，推动中国建材行业科学发展，是信奇人志士不渝的使命。立足中国，走向世界，是信奇人奋进不止的目标。创世纪品牌，做百年企业。信奇人怀着只要诚信经营、诚信服务就能创造奇迹的坚定信念，昂首阔步，以行业